开始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呀、啊？我来直播啦！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今天要带你们玩点不一样的东西。猜猜我现在在哪里？猜猜等一下你们会看到什么？哎，好，你们都进来了吗？你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调整一下。好，我们准备，我们要出发了。看看现在有多少个人啊？现在有，好像已经有几万人在看了。那我们出发喽。今天呢，我要带你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要开演唱会的五棵松场馆。好，现在呢，我刚刚是在场馆入口走进来，接下来呢就是你们即将坐的地方，然后我的后面就是，哒哒，哎，就是舞台。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内场的座位，这个部分呢就是下面看台的部分。啊，我个人觉得看台的部分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啊。这个观影感也是很不错的。看，我现在站在这个看台的这个位置，然后看这个舞台上也还是位置还是不错的。好，那我现在打算找一个随机找一个位置，我们找一个、我看看啊，其实看这个内场啊，一共只有20多排，我打算随机挑选一名幸运观众。我在这儿，嗨，我打算随机挑选一名幸运观众啊。的位置不是观众的位置。好，我现在来到了，我现在来到这第几排啊？这第11排。我现在选了一个11排的，哎呀，你整这高科技的天旋地转的手机。好，我们选了一个11排的17号啊，你们看到了吗？不是11排的7号。我坐在这儿。然后呢，拿起，哇，这个荧光棒怎么还是拴在这个椅子上的啊？哦，它可能是为了防止你们把这个荧光棒带走，所以它这个荧光棒呢，它就是固定在这个椅子上，所以它拿不下来啊。文明观看啊，然后不要把这个荧光棒给拆了。好，我给你们感受了一下我现在的这个视角，然后呢看一下大屏幕。哎，这个大屏幕现在在播放我的一个小片啊，等一下呢你们入场的时候也会、啊、这个手机简直了，你等一下你们入场的时候呢、啊、但是呢我希望你们等一下检票入场的时候呢不要太过的拥挤，要慢慢的入场，不要争抢啊，要有秩序的入场啊。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视角非常的好，嗯，看这个看舞台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我旁边你看还可以坐这么多人，我现在是在7号的位置。嗯，我觉得看演唱会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们今天跟谁一起来看演唱会呢？一定会成为未来在你们回忆当中一个特别值得去追忆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呢，
哦，你们也会记得今天跟谁一起来看的演唱会呀？演唱会上你们聊了什么呀？说了什么话？你们是朋友也好，是亲人也好，还是爱人也好，都会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话题，然后会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呢，一直跟随你们，成为你们的一部分。嗯，我也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成为你们回忆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想在我们最后一场魔方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点站，做一个这样不一样一点的直播，然后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我在开演唱会之前呢，坐在这个观众席，感受一下你们的视角，感受一下这个看演唱会、看自己演唱会的气氛。有我呢，是不是还挺特别？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哎呀，这个手机怎么老是……哎，帮我看一下这个手机怎么它老是乱动呢？哎，啊，来了。下一个地方就是后台了，我相信你们一定非常的好奇我们演唱会的后台是什么样子。走吧，去看一下，这里面有点暗啊，后台就是会有一点暗。好，这个后台里面都是架子，然后呢，这个是我的抢装间，你们看得到吗？抢装间，你们跟我进来。进来，进来，抢装间。抢间上面有，每一个造型的 look。然后这个是我马上要穿的这个小怪兽的战袍，就是出场的那一件。然后后面这些是今天舞台上面的一些衣服。然后有一件是返场的 look， 是我看你们在微博上面留言呼吁声最高的一件之前我也答应过你们说可以做一件衣服的返场嘛，对不对？所以哎，没看到啊，你们发现了吗？是哪一件？对，就是这一件。这一件，好，那么接下来呢，从这个抢装间出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乐器的地方。乐器的地方呢，今天准备了三把可爱的小吉他，看到了哈。然后呢，我们的设备依然是 Marshall 的音箱和我的，好像从来没给大家看过我的这个后台的设备，对不对？因为我的设备没有在舞台上，每次都是在后台调试的，所以每次吉他的音色呢也都是在后台调好的，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我的设备其实是一个我常用的一个 pedalboard， 然后上面是几颗我常用的效果器，有点暗了，效果器，这颗每个效果器，每一颗效果器都有它的名字啊，这个就是 Vox 的一个红色的，然后这个是一个 Boss 的。也是一颗失真效果器，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然后这个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noise cancellation， 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噪音的。然后这个是一个 EQ， 这个是 delay。对，每一个你们应该都见过，我这一直用的这些设备。好，进到常用的这个音箱里面去，然后到我的吉他。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吉他的表现了。哎，我要不先试一下，对不对？我先试一下这个，拿一下这个。我们先试一个黑的。等一下呢，我们就舞台上见。